彩虹，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。当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，尽全力也要换你的笑容。住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寮，是三十几个人、四十几个人住在一起，我们永远都住不起。嗯，了解。薪水也没有很高嘛，也很危险的工作。有时候呢，就这个找到一间这个很喜欢的房子，然后就跟这个房东讲电话，讲完电话他说好，没问题，这个房子一定租给你。然后我们要去签约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我们，哎，你们是原住民哦？我说对啊，啊，我不租给原住民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们原住民都会喝酒闹事，哎呦，标签又来了。对，我们说，哎，怎么这样子呢？对，我们也，我们也不喝酒，我们也不抽烟，但会闹事吗？倒是会了，也不闹事，会闹五啊，会闹五，我不闹事啊，了解。所以那个。